我刚刚提到了，其实这个也是同学遇到的问题哦，就是说这个东西，假如我们是丢一串公式，当然你公式短的话，OK，像 left 这个哈，有没有？这个像年的底下这个其实字不多了，不过如果比起来的话，还是比那个什么103、104还来得长。所以如果你假设哦，你会遇到那个档案太大，因为有的时候你输入太多资料、太多的公式到储存格的话，将来存档哦，它会变得非常庞大。哦，啊，这个区其实还好，这个其实都字没几个，可是这个就差很多了，因为这就一串这么长的公式，所以呢，假如说你不希望哦，诶，它是一串这个公式的话，那你就有必要哦，想想看用什么方式哦，诶，把它改成用 VBA 输。不过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难度相对又会比这个来得更高。为什么？比较难的地方哦，就是你要思考如何把什么，把那个 Excel 里面的公式，像什么 find 函数。有没有要改成 VBA 里面的函数啊？特别是哦，Excel 的函数跟 VBA 的函数是不相通的哦，而且是不一样的哦。大部分其实都不一样了，但是少部分名称一样哦。哎，然后呢，if air 怎么样转换？还有 mid，哎，mid 在 VBA 一样叫 mid，所以其实没什么差别。而其他就是如何抓资料，然后到 VBA 里面处理完之后，再把最后的结果丢出来，啊，其实得到的结果就是下门接。这三个字，那它就不会有多的东西了。那怎么做？我再 demo 一下啦。其实这个写完的程式哦，诶，在云端白板上面的，诶，这个我底哈，我把它贴到这边好了哦。先 run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。诶，原则上是在云端版第13页的地方哦。所以如果你要查的话啊，这边我把它先 Ctrl C，名称叫 sub 入街道 end sub 头尾在这里。OK，我把它先贴一下给各位看一下。那我把它稍微 run 一下，输出我看一下，哎，输出的位置，哎，要找的资料，哎，这个好像这个程式需要再改动一下哈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的这一行 OK，底下的话呢是 entry 去哪边找？那找的资料应该是在 F 栏，所以理论上我这边好像都用区，所以这个区栏好像就不 OK 哦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全部改成 F。那比较快的方法了，我习惯用 Ctrl H 就取代，把这个底下的这些区哈，通通改成 F 哦才对，因为这个所谓的区的指的是哪，它的地址在哪里的意思啦，哦，哎，我的地址哈，应该是在 F 栏，而不是在 G 栏，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个Ctrl H 然后就是取代，然后先取代这个，所以总共的话呢，那意思是说先找零，如果找不到零的话呢，再去找里。OK 哈，然后这个是前面的，所以呢，把找到的位置放在 A 的话指的是这个邻里区它所在的位置。好，那底下的话呢放在 B 什么呢？就是路街道，所以呢一样哦，取代，所以这边通通把它取代一下。OK，哎，那底下，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那最后再切割，用 mid 的方式切什么？切地址里面的资料放到，哎，这应该是 F，然后放到哪里呢？哦，应该是放在 H，所以把这个取代一下。哦，哎，这样它跳过了，OK，好，然后这边把它改成 H，那或者我干脆哦，我把这个公式哦一样再复制，我把它改过的结果了，我干脆把它重贴一次，贴到这个云端上好了，OK，所以你们就不需要改了，OK，我顺便就是，那我的习惯是那个哈，上面其实有一个就是格式化叫。它有个外挂了哦，因为你们看到的程式为什么会涂颜色哦？不是说我那边慢慢涂啊，其实是有一个扩充的东西叫做 property，它可以帮我把那个颜色给涂上去，这样是方便很多了。OK 哈，好，但是这个外挵好像已经没有了，我不知道，我是很久以前就用了这个外挂哈。OK 啊，它好处是可以把所有的程式你只要选起来的地方。把它做一个 property 哦，format selection，它就会帮我把那个选的范围的程式哦，自动帮我填上颜色。我觉得这个倒非常方便。OK 啊，如果没这个功能，变成你要自己光要调整这个颜色，就是个麻烦的事情。OK 好，那我们做完之后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做完之后的程式哦，我来跑跑看哦。当然，第一个哦，一样把这个范围资料先清空好了。哦，假设啊，我们不用公式的话。那我可以用输出公式，那范围的话，其实基本上哈，又挂了，对，好，哎，那再来哦，我把这个先清理清除一下，
那理论上我是从这个 i 等于第二列，因为从第二列开始到最下面一列，哦，等于是到最下面底的部分，就是 Ctrl 向下啊，然后做什么呢？我先去那个我的地址里面哈，去找，其实逻辑跟之前的公式一模一样，找一下我的那个零有没有，这个地址里面有没有零，如果没有的话哈，特别注意哦，它这边会有一个逻辑判断，也就是如果你用 istree 函数啊去查资料的话，特别注意 istree 其实跟 find 很像，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参数两个颠倒，有没有？这个它是先去哪边找，去 F 栏里面找，找哪个关键字，那如果找到的话，它回传会告诉你第几个字，但是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它回传会是零 ，OK 零哦。如果找不到，像这个是有没有？这个是没有，所以它零嘛。零的话，其实在程式里面哦，逻辑判断就是 false 就没有，所以哦，它会先找，哎，有没有零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就跳过。跳过的话呢，我可以再用 else if 就是，哎，你再帮我找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是你有没有？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这一段程式嘛，哦，其实当然写出来的话，基本上哈，哦，哎，你先写，如果找看，找零看看有没有零，有的话呢就告诉我位置，那帮我存在 A，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继续帮我找别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两行 Ctrl C 之后贴到底下，贴上之后哈，哦，然后请各位记得哦，前面再补一个 else 的话意思说，哎，再帮我找看别的啦，啊，找什么啊，再帮我把里找看 OK， 所以其实这个程式是这样写出来的，好，你们大概习惯之后啦，其实程式并没有很多其实是重复，哦，你可以拿上面的贴过来改是也 OK，哦，里有没有，好，那如果找到里，像这个有没有里，也没里，没有里的话呢，那我就帮我再去找，所以 Ctrl C 之后呢，再帮我贴到下一个，有没有？所以一直贴啦，反正以后呢，你就一直找到为止就对了。所以其实这可以做很多的判断 ，OK 哦。所以，如果找不到里，那就找区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它的逻辑跟那个公式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差别就是说哈，你会发现呢，啊，最后记得哦，如果结束的话，请你在底下加一个 end if， 因为这个 if 哦，你要把它关掉。逻辑要先解，就跟那个 sub 有 end sub 是同样的道理哦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以后的话，你可以拿这个当成也是一个范本，好来改没关系了哦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就找，哎，那区有找到，所以它回传应该这个 A 和 A 的位置哦，它理论上应该会回报给我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个字 ，OK， 所以 A 里面会放6，哦，然后呢再来找看有没有。有没有路？哎，找找看，没有路，再往下啊。所以其实下面这一段怎么来的？其实就是把上面这一段有没有一样嘛 ？Ctrl C， 把它贴到底下 ，Ctrl V， 然后改什么？改路接道，哎，不就 OK 了？所以其实你看起来程式很多啦，但是哦，其实它的结构都很像。OK 哈，哦，然后最后的话呢，有 A 有 B 之后的话，就把它切割。那切割的话，切割到哪里？切割到 H 栏。所以哦，切割到哪里先写一下，切割到这里，然后呢用 mid 有没有？所以 mid， 然后去地址里面呢帮我找，那一样哦，哎，开始的位就是邻里区嘛，所以 a 加一啊，这个概念跟前面一样，然后 b 减 a， 哦，其实一样。那最大的差别啦，其实你说老师那 VBA 哈，哦，跟公式有什么最大的差异啦，哦，其实第一个将来如果输出的话，公式一长串很浪费空间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其实在，VBA 里面你可以写很多行程式，可是在公式里面只能写一行，哦，你不能说我写两三写三不行。第三个我觉得啦，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就是在 VBA 里面你可以制定很多的变数，比如说我希望先把前面的位置先存起来，存到 A， 后面的位置存到 B， 那我将来再利用变数，去找到我要的资料位置，哎，这样的话其实写起程式来会比较流畅。可是这个部分哦，在公式里面是不行的。OK 哈，哦，所以哦，在 Excel 里面公式，你说能不能放变数哦？不行，所以这个也是蛮大的差。所以也就是哈，哦，将来如果你要处理简单的事情，我觉得公式 OK。但是如果你要处理太复杂，像这个比较复杂，我建议还是写 VBA 啦，哦，写 VBA 大概流程是这样。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啊，哦，这个中断一下，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个应该得到应该是6吧，我看应该是
A 的话你可以发现它 A 是6哈，你游标可以放在上面，它会告诉你这个变数里面放什么，也就是第一个这个地址哈，第六个字，那接的话应该是6789 ，OK， 所以 B 应该是得到应该是9吧，所以你把它执行设中断点嘛，然后执行 B 的话应该是9。啊，如果你想知道变数了，你游标放上去哈，它会显示那个变数里面的值，让你做怎么除错的时候看，其实这样子来观察程式哦，基本上就比较不容易出错了 ，OK 哈，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把结果给输出。输出的话就得到一个什么下门接出现了，其他底下都一样了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再继续抓追这个程式的话，那你可以再，如果不要你就把它什么把这个中断点拿掉，可以执行一下。那你想说老师，那这个不是也是一样吗？下门接看起来都一样啊，其实最大的不一样是你游标放在下门接上面，其实你就会知道说哪里不一样了。有没有发现下门接在 Excel 里面内部啊也是下门接三个字，可是如果你用刚刚的公式的话，它会是非常冗长的一串，存在 Excel 里面，当然相对的哈，会第一个占空间，第二个的话呢哈，执行效率哈会越来越慢，这个是之前发现，因为同学说那个怎么跑起来越来越慢哦，而且越来越肥大哦，主要原因在这里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希望哈，可以把这个公式啊跟刚刚结合的话，那理论上应该改的话哈，就是如果你要改理论上应该改 H 这里，所以这个输出公式就不一样了，这两行可能就是什么把它加个注解，注解就前面加单引号了，我习惯是把编辑工具列叫出来，什么选这两这两行是插入栏的最后两行是吧，把它注解一下，然后呢把它改成什么，改成那个底下那个路接道，所以一样嘛，把路接道这个好放在这里，那习惯上是加一个 call 了哈，其实我们不加 call 它 run 好应该 OK 哈 ，call 路接到，那应该 OK 的，所以等于插入栏之后，然后就不用填公式，直接帮我把公式输出，看一下这样 O 不 OK， 所以刚这一行哦，其实是可以改一下，好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所以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，让它先停一下，好，所以是让它跑一下哦，先下载资料。然后呢，其他栏应该 OK 了哦。这个年，这个区啊，路接道还没有，因为我停在这边，按 F8， 哦，然后让它执行完毕好了。看起来 O 不 OK？ 没有问题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把它稍微改一下。好，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哈，因为之前有同学有问到这个问题哈，是一个可能需要注意的点哈。那我又把刚刚那一段程式嘛，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3页，请各位试一下。